好，今天我们同大家介绍一个新产品，是专用来舒缓肌肉疼痛或者酸痛的治疗贴。这间公司呢早前同伦敦脊椎诊所合作，用崭新的科技去研发了这一款治疗贴。它的特点呢就是它很小、很轻，可以携带出街，还有非常易用。咁即係話，其實我哋除咗喺屋企之內可以用呢個治療貼舒緩肌肉疼痛之外咧，其實我哋搭緊車，甚至乎翻緊工都可以用嘅。只需要撳住呢個開關按鈕，佢就會自動進行一個20分鐘嘅療程。咁呢20分鐘嘅療程咧，其實咧係有五種唔同嘅模式，例如針灸啦、按摩啦、刮痧啦，甚至組合噶等等咁樣嘅。而每一个模式呢，你都可以选择20种强弱的程度，是因你自己喜欢而调教。基本上有了这个治疗贴，就好像有一个私人的物理治疗师跟着你一样。